说啊，当时就会，我们快经过了，你说有没有的，有没有的。心动，请出发，加油，加油，去吧，耶、yeah.。每一个领队都会给他，因为他太强了。张心动的合同，我是很满意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，而且我们是最有效率的，我们是第。但是你说完这个话，张心动推开了门呢。那我起来了，那就我。你必须得来，他必须得来。我觉得他不可能不来。我为他嗓子的喊哑，都变成一个不酷的姑娘了。他怎么不来？他怎么来？Thank you.